大年看大戏，欢乐牛人大拜年金花版，汇聚民间顶尖草根牛人，欢乐牛人会，口技魔术绝技一定会让您眼花缭乱。南师八匹表演大揭秘，史上从未出现。大英秀冠军卓君遭遇滑稽之王卓别林，秀一秀，秀出精彩的绝活。东方闪电侠1800瓦高压，演绎电闪雷鸣。冒热气儿，冒来了，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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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模仿牛人展开现场即兴大考验，咱做节目别撂我台行吗？那不行，我必须得让你学个女的。说宋丹丹，还行。改革春风吹进门。好，不要走开，精彩节目马上呈现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第七档农业节目春节特别节目《欢乐牛人大拜年》。既然咱们牛人也分作两边了，咱们就保持队形不动啊，咱也分成两个队。好啊，那个您当个队长。我呢也当个队长，但是这个队呢要有个队名啊。咱们今天的主题是拜年嘛，所以就是辞旧迎新，咱就分成大龙队小龙队，好不好？好，谢白队小龙队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就是大龙队，好不好？小龙队来点呐喊声。大龙队站起来，来点呐喊声。咱现在已经有点要斗起来的那意思了，哎，那怎么算输，怎么算赢呢？干脆这样子，我们在表演的当中，你的队出一个队，我的队也出一队人，咱们大家互相飙一下，用观众的欢呼声来决定哪一队获胜，你们好不好？咱们就这么玩，谁呐喊声声音大谁就赢。对，咱是不是得把这个马下马吧？你们不累吗？下马。好了，都下马了是吧？对，下马了。既然是尊老，你们就先来吧。我们让您先选。既然前辈已经说让我们先来了，对，那我们就先来呗。好，好不好？啊，看到那个庞然大物了吗？哎，我们先亮相的就是他。
看我呢。来，往这边来，胆子大一点。人家都拿那个绣球啊什么的来逗狮子，哎，你可倒好，你拿个碗上来什么意思？这个碗可以抛得很高。来来来，我不信，飞多高？来，飞个更高一点的啊！现在抛碗呢？哇！哇，好高啊！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抛碗王阿勇。大家过年好。哎呦，这普通了点吧，不是？要不你来试试？意思你来呀、啊？你意思我们这很一般呗？哎呀，你都有铁饭碗了，要抛不好，那这能力就有限了。来吧。哎呀！铁饭碗都打了，你这不叫抛碗，你这叫丢人现眼。他们那个男士啊，啊，我觉得。张老师，他们这个腿上一定有弹簧。对，他们为什么要拿那个狮子盖？有什么弹簧啊？他这么高，他一下窜上去。你有本事，你扒了那个狮子皮，你让我们看看你能不能上去。把狮皮扒了。男狮不带狮头狮皮，给大家表现一下，好不好？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男狮霸王。心仪灵动的男狮引来现场观众一片惊叹，却遭到小龙队质疑。面对刁钻要求，两个小伙子能否顺利通过考验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看看我们这两位，哦，有劲儿吧？多有劲儿！怎么上去的？啊？哇！哇！真够利索的。刚才上去的时候啊，啊，没看清，大家看仔细了，怎么上去的？来，准备，两位，史上从未出现。不得了，啊，怎么了？装弹簧了。刚才大家看到有一个非常惊险的动作，就差点掉下去，我差点没下去接他们。哎哎哎，小伙子，来到这儿来，咱们给他们表演一下，就那个动作。好，哇，哦，太轻盈了，太棒了，太轻盈了，哦，服不服？挺棒。哎，你觉得我要去，毕老师，我是狮头还是狮尾啊？你是尸体。掌声欢迎两位英雄牛人。哎呀，啊，我们这队也有高人。当然，来，来，我们的牛人上场。哇，不是了不得！哎呀，拿这个呼啦圈上来，我怎么都看不出怎么个高人。请问小妹妹芳名啊？我姓王，叫王佳。希望你表现的上佳。你放心，我们王家的绝对是高人。你别，你那个闭眼看人低啊，你闭眼看人低，闭眼看不见。我们把掌声送给王佳，希望他表演上佳，好不好？来，看看，好。
哥，你这呼啦圈转腰，他开始转绳子。毕老师，这是个力气活啊。对。哦。哇！飞上去了。高不高？哇！哦。牛不牛？刚刚的表演你满意不满意？你们的那狮子实在了不起，看那一条狮子跳来又跳去，把福气带给你。但是我们这位你看它多美丽，那个呼啦圈就摇来又摇去，不但在这里，它还飞到天上去，好像是天上仙女降到那凡间里。亲爱的张迪老师，你别太得意，咱们这比赛才刚刚开始，谁输谁赢还说不定呢。因为亲爱的朋友要给男士投票欢呼耶，好不好？是鼓励。咱们还是按照呐喊声的分贝来决定谁是这一轮的冠军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相信现场的朋友，你们的眼睛是雪亮的。对啊，我刚才回忆一下男士的那个啊。啊，怎么上去的啊？好了，跳过来的啊。通过这个较量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？嗯，充分说明有本事不在身高，傻大个傻大个，都说谁呢？你说呢？有些同志啊，来呀，不要构成那啥。同意我们男师获得本轮胜利的朋友们，你们的掌声和欢呼声。同意我们的仙女王家，请我们呐喊。太难为张迪老师，就是他在那呐喊。这样，那个我们这队呢是非常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。哎，第一个回合呢，你们是一位女士上场。对对，我们就算他们获胜好不好？我们是最有风格的队伍，对不对？毕老师、哦、您要是不服可以让吉利也吊上去飞一下。对呀、啊、我飞这算什么小意思。我问一下你那边多少人刚才拽的啊？三个人。三个人、啊、不是，三个人不可以，我担心吉利把你们三个拽上去。但是我们对小妮肯定特别棒。哎呀，可以。小哥哥，队长想尽了办法，小妮把我送上去。没关系，为了我们这个队奉献一下、啊、让他躺地上帮他垫着摔下来不行。对对对，好主意，我同意。你太善良了。对，主持人你真是比我们主持人都狠呐。可怜的小妮被吊起来的滋味到底是享受还是忍受呢？再见告别再活一天。等等我还是拿两手抓着。这怎么感觉像上刑一样的？对呀、啊，谁要你写这个？谁要你写这个？小妮儿，你就供了吧，不放下了吧，姐，你这你就招了吧啊！小妮，你就从了吧。大家过年好。咱就这次算他赢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这个把那护腕还给他。的确，这非常难，握力要特别强。你想想，再加上那个甩那个，呼啦圈，那非常非常难，真的，我太佩服你了。所以一般人弄不好会脱臼的。太棒了！我们赢了，我们赢得名副其实。啊，接下来这轮该你们先上了。我们这儿牛人兄弟姐妹那么多，谁自告奋勇，谁上来。哎，我告诉你，站在你旁边的就是我们漳州的牛人。对。哦，牛人，哎，就是牛在这个，这叫脖是吧？对，来，我来检验一下这东西。哎，慢点，都拿不住。
大哥，您不会上来打搏来了吧？看起来这是个搏，对不对？嗯，告诉大家，这是一个武器。武器啊，对啊，你们知道不知道十八罗汉？知道知道，有一个微波尊者，他用的武器就是这个，对不对？好，大哥来。稍微试一下吗？哎，你可以试试看，来。哎呀，那是语言，这是武器啊，要小心。对，毕老师也要那么走吗？举手投足，别割伤手啊。对，举手投足便可伤人的。这个活到了毕老师手里，就真的变成了武器。对，但是不一定打到谁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好。真了不起啊！我觉得这个看起来不是那么难，其实一试就知道很了不起。不简单，掌声送给他。许国的对话表演让小龙队底气十足，而大龙队这天又会派出哪几位牛人应战呢？啊、接下来我跟你说，你们俩站稳了，站稳了，张老师，站好了，站好了，特别您年龄大，站稳了啊！站好了。接下来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哎，我们有请卓别林君啊，为大家表演《新摩登时代》。
知道我们为什么叫卓别林军了吧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大家都知道稻草吾王子卓军，而这位呢是亚洲啊模仿卓别林的冠军卓别林啊。虽然棒，但是我仍然告诉你，他们没有我们的好。哎，这样吧，现场的朋友们同意我们最牛的掌声欢呼声在哪里？如果说你能够跳，我们认输，我心里面才真的服气。毕老师，我从小是看着您的节目长大的，看了这么多年，我就没见您跳过舞，咱今天见一回，好不好？我把我20多年前的舞技给大家展现一下。好，来来，这事儿毕老师是跳舞，真的没见过毕老师跳舞。看传电，你等一下，你看，接下来咱们哪一队先来？我们先来吧。不但有很多的牛人，而且还是带了礼物来，把你们的礼物推上来。难道你们队是饿了吗？啊，多新鲜的瓜果、蔬菜。这边还有美酒，你们准备是做一顿饭吗？蔬菜水果不但是有吃的，而且赏心悦目。对，而且怎么样，我们还能够让你听到美妙的仙音美乐。对，人家都说是牛皮不是吹的，难道这个胡萝卜是吹的吗？我看这个可是大家经常吃的那个冬瓜，不是？难道这也是吹的吗？我给大家看一看，这都是挖的眼，每一样都能吹。厉害！甘蔗，我们家的甘蔗难道也能吹？所以说这个艺术来源于生活，来源于劳动。我们这位男兄弟他以后省事儿了，到哪儿不用带乐器。还有香蕉怎么吹啊？香蕉我都吃上了、真的假的？大王你可真够可以的。没有我、我帮你发，我帮你发。哎呀，来先生，别别别，您是来发香蕉来了吗？高峰，给我一个。您是要干嘛呢？这是要喝酒吗？我是用这个水杯来演奏音乐。来来来来，关键的是音乐它都得有那个音阶音高啊，是根据这个杯子的腔体的大小啊、厚薄，厚薄，哎，对对对。那这样我得难为难为你们，你俩要是能够在一起合奏，哎，那我们觉得才有点意思、是吧？让他们三个全陶醉了，太美了。
看完他俩我就吐了。我们这一组怎么样？不错，我们这两位朋友真的，他们是民间音乐高人，对，牛人。那我们再把掌声送给他们。哦，但是中国有一句老话，哎，叫做丝不如竹，哎，竹不如肉。对，什么意思呢？你们不知道，再好的乐器，嗯，也不如我们人体发出的声音。比方说，我给做个示范。有点悲。我推荐我们队一位陆海涛来。好，哎呦，人体音乐演奏。我也不知道学谁，如果现在学呢，明天12:30也学不完。你们几个点吧。我们队的非常谦虚。对，这个本山大叔，对，能学吗？赵本山。说谁呢？谁是没法嘀咕我呢？小样还有点不服的感觉。哎呀妈呀！掌声！瞎不杵的奔南极，根本找不着北。脑血栓练下叉，根本劈不开腿。大马猴穿旗袍，根本看不出美来。你让潘长江去滚郑海峡，根本够不着嘴。夜夜。黄宏，黄宏声不好学，行吗？今天来的人可真不少，打扮的一个比一个漂亮，都穿鞋来的吧？不行不行，刚刚都是男的，我觉得得来个女的，不然我觉得男的学男的太简单了。你说你说你说，不是你有你们这么损，人跟大老爷们儿，人家学女的。那你能模仿你就什么都得会啊。咱做节目别撂我台行吗？那不行，我必须得让你学个女的，宋丹丹行不行？哎，来吧，来吧。改革春风吹进门。好，漳州人民倒精神，这块朋友挺开心，这几个主持人合伙欺负人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。来个杨坤，有点哮喘病发作那种声音。杨坤可以吗？动作动作。哎，对对，把烟头踩好了。好，你认为爱让人无所谓，只让爱憔悴。I love you。我醉就我醉，要什么完美动作？你看动作啊，经不过。哈哈。我来憔悴。掌声。我今年有32场演唱会，漳州第一场。好，随便点，随便点。哎，我赵本山的声音唱无所谓，无所谓。哪有赵本山唱这？对，那还有意思。不是说牛吗？看他牛不牛啊？对，用赵本山的声音来唱这无所谓。何必让自己痛苦的轮回呀？哎呀妈呀！好，无所谓，下一样。无所谓，多少得带点二人转味吧。何必让自己痛苦的轮回呀？无所谓，注意，好，有救我们，有刘欢的声音，啥无所谓。刘欢，刘欢表情，刘欢怎么唱的？刘欢，来，长得还真像。对。绝对是愚昧，这不是你不会，破碎就破碎，用什么完美，放过了自己，我才能后悔。恒儿唱歌特点，最大的力气唱出最小的声音，感觉一下啊。
所谓人，无所谓人哪样人，何必让自己痛苦的轮回才人，无所谓人。再换一个，换，接着换，接着换，用周杰伦的声音唱无所谓。周杰伦，这个好听。我是周杰伦，有点特色。来个女的，英雄梅，英雄梅行不行？我忘了，听不来你的美声唱，我不会来你家男的。英雄梅。获得本轮比赛胜利的掌声和欢呼声在哪里？小龙队的掌声欢呼声。我确实注意到，除了这一片有点声音。我不服。啊，那个，反正我们这轮获胜，哎，好不好？你们不服呢，继续放马。好。你要不行的话，我们再来。哎，我们来，我们接着来，怎么样？先表现。先表现就先表现。咱们这队哪位牛人来？来。好。您这什么意思？您这？我这个是衣服。那您穿上好，怪冷的。小毕啊，如果说您那儿经济环境不好，或者没有什么人，那就别来比了，就别勉强了。对呀、啊，张老师，哎、我们这边的牛人没有一个人没有说头。兄弟，你告诉大家你叫什么名字？大家好，我是释延东，闪电侠。就你穿上这衣服就能带来闪电了吗？是的。你那个闪电是那个电池的电，还是高压电？高压电，起步是1800。1800？1800万瓦，他们是不是在你身上通电？疯了那种。他闹出人命哎！啊，张老师，这回如果我们这1800万通上电之后，我们如果能实现，你们说算不算我们赢吧？不，我认为我现在就认输了，因为我不想闹出人命来。是不是？那个张老师，今天我确实要让你看到你从来都没有见过1800瓦的高压电，而且他直接把闪电给你招来。太拼了，你是真的吗？哎，1800瓦电在他身上通过。哎呀，而且他还要安然无恙，你看，准备好了吗？先言手续，说来就说。电流面前，他还敢拿纸？如果是真，只有真电流才会让纸燃烧。如果能把这个直接点亮的话，那才是真正的电流。真管。
叫做牛人，这是真正的牛人，闪电牛人。接下来他要干什么？他要用电烧水是吗？他要用电烧水。这牛人太了不起了，再这样下去牛人该熟了。很多朋友不相信这是真的电，如果他用这个电流把水烧开的话，你还会怀疑他不是电吗？是严冬要用他的身体导电，将水在水盆里烧开。啊呼，1800瓦的电流烧开水，瞬间烧开，好快哦！冒热气儿，冒热了，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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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太厉害了！张老师别报，您是个大无畏的战士啊，他身上有电呢。我心里实在是佩服你，今年我已经70几，没有见过你这种怪东西。没有想到那个1800的高压电能通过身体把水来煮起，我实在佩服你。张老师，让你开眼的还在后面呢，他不光能煮水还能给你烤鱼，给你烤一条，给你烤一条，没你俩什么事儿，到一边去。史彦东开始，现在就烤鱼给他们，你说可以不可以？可以。哎，你不穿着它烤了是吧？就直接拿你的手烤。我下面呢就是直接拿220的家用电啊，然后把这个鱼现场让你看到，我去触碰导电的端啊，然后把鱼给你熟起来。什么？220伏电通过身体，用手掌把鱼烤熟，这牛吹大了吧？如此难以置信的事儿，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能相信吗？这个220伏的电通过人体，那会要出人命的。对啊，工作人员如果看到异常情况，赶紧断电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这太可怕了。好，陆阳你也太远了吧？马上充电了。咱们漳州的鱼。对，海鲜对特别的棒，你们远道而来，特别是张帝老师，对对对，让你尝尝鲜。摸电了，他在坐我在这个导电体上面。不行，别吓人。哇，通过他的身体，回来！哇！哇！掌声不热烈，他不行啊！他的全身要忍受220伏的电压。严冬，如果今天真的状态不好的话，我们大家都不会怪他的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对对对，好，再试一次，看可不可以。保证安全的前提下，如果这次不成功，我没有关系，我还有机会，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见证了他的这种魅力，对不对？第一次已经失败，这一次是严冬究竟能不能成功？你身体要受不了，一定要说啊！这要是一般人就趴下了。
我想现场的朋友们都已经屏住了呼吸，大家都很紧张的在看着石延冬。啊！亲爱的朋友们，越是这个没有表演成功，我们大家越知道这样一件事情它是多么艰难啊，而且这是一个多么真实的事情。练了多少年？4年前就开始去玩这些电板啊，这些电路。这个东西免笔了，我认输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能够想到用这么高压的电，来变出那么多的花样，而且能够呈现在观众的面前。对，这样高的智慧，我们已经对你心服口服了。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石延冬。刚才张俊老师主动认为我们刚才那个哎闪电侠是获胜啊。那接下来咱们哪个队先来？我们这样吧，他们半天都没有人能上得去，我们接着来怎么样？先表现，先表现就先表现。来，我们这边有王子，还有公主。巫师王子面目狰狞，已经变成了罪恶的化身。他愤怒的迷惑着古堡里的事物，他凶狠地拉出了公主。演绎了一个王子与公主的神话。对，说起这个王子啊，我们漳州也有一个王子，什么的，叫青蛙王子。好漂亮的青蛙王子。我有个疑问，我们牛人呢、
都是乡村牛人，哎，他们两个人怎么看都不像是乡村牛人。对，你们是不是冒充的？大家好，我是胡玲珑，我是来自河北省吴桥县宋庄村的一位村民。吴桥这个地方啊，好，听说是杂技之乡。哎，对啊，我不信你是吴桥的，你会杂技吗？那吴桥呢，有一句老话说得好，上到老人呢99，下到小孩刚会走。这个吴桥耍杂技啊，是人人有一手。那杂技，你要提到杂技，我肯定会两手。好啊，你还会啊？这样意思，朋友们掌声热烈。我这个短的咬在嘴中，把这个长呢放在上面，我一松开手，这就算成功。这大家都知道，这上面要顶点东西，那才叫杂技。你说顶什么吗？一般来讲都顶茶壶啊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有茶壶吗？哎呦，这么主动！哎，你哪伙的？这叫帮倒忙。他喜欢我，他一听说我要东西，他马上就送来了。来来来，好，你试试。里面有开水？有开水没？有开水吗？哎，没水。倒上开水。把水倒上。哎呦，把水倒上，把水倒上。对，你真倒啊你！你什么人呢你？这咱自己的人。这个我们可以具体表演。人小伙这么帅，把脸烫伤了怎么办呢？对，帅。演出到此结束，谢谢。假的，玲珑，你为我们得牺牲一下，要扭起来，掌声鼓励他一下，好不好？支持你。安娜，我问你个问题：如果他万一因为这次表演把他的脸给毁容了的话，你还要他吗？要。考虑这么久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你找个好媳妇儿啊。那行了，你要不要脸就无所谓了。天哪，满满一壶热水啊，胡玲珑还要面临毁容的危险，他到底能否挑战成功呢？不要走开，广告之后精彩继续。安娜，我问你个问题：如果他万一因为这次表演把他的脸给毁容了的话，你还要他吗？要。考虑这么久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你找个好媳妇儿啊。那行了，你要不要脸就无所谓了。天上流，我觉得把这盖拿掉是不是？别老师，你是哪伙的？把盖拿掉，是让大家知道这是热水。对。你盖着也没有用啊，你掉下来照样烫你。放下了更难，吉利，你千万别动，你容易造成震颤啊！我是容易震颤。了不起，兄弟！太牛了！刚才胡玲珑是魔术，魔术给大家带来的是视觉的享受，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这位牛人，为您带来的是听觉上的感受。让我们欢迎程佳佳！掌声的朋友们，过年好！今天是晚上啊、哎！不是，你先听我说。为什么我说早上好？有一句话说得好。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天之计在于晨。我相信大家的热情，我们漳州人的热情，就像早上的阳光升起的感觉，来点温暖吧。说实话啊，我喜欢过年。我非常喜欢过年、因为一到过年的时候，我爸爸就送我过年的礼物。你知道我第一个礼物是啥吗？什么呀？我第一个礼物就是我爸爸送给我的录音机。哪年的事儿呢？是在我8岁的时候，我爸爸到市场给我买了一台二手的录音机，那个声音非常的好听。我听的是也是刘欢老师的一首歌曲，叫《少年壮志不言愁》。当时磁带的感觉是这样的：几多风雨几
读春秋。风霜雪破几流，历尽苦难去心不高啊。怎么了这是？少年壮志不由人愁，为了某前的维修。为了完了，改卖了。又换什么礼物了？第二年过年时，我爸爸又给我买了一台三手的 CD 机。这个时候我年龄大一点了，听的是比较接近于现在的一个流行歌曲，就是刀郎的歌曲。刀郎的，哎，刀郎翻唱的《敖包相会》，给大家放一放 CD 的感觉。是我的血。升上了天空下，为什么怕天没有云彩鼓鼓掌吧。过不去了。后来我们家终于买了电视机，这个电视机非常好，我听到了第一部我最喜欢的电视剧啊，就是电视连续剧四大名著之一《西游记》。哦，相信大家非常的熟悉。有的人就会怀疑了，说你这个声音是不是放的？今天我就给大家用原版啊，最老的那个版本的《西游记》，给大家来一个荒诞版的，里面有孙悟空、猪八戒和如来佛祖的一段对话，送给漳州热情的朋友们。好，先是如来，猪八戒。你已成佛，你还有什么愿望？嗨，我老猪当然有愿望了，我老猪啊就想给嫦娥配个手机。嫦娥配手机？你这个呆子，你到底想没想过，就算是配手机，天宫有信号吗？孙悟空啊，孙悟空，你有什么愿望？俺老孙就想问问，来漳州的火车票谁给包了？小龙队给包。悟空，你不是有筋斗云吗？科技这么牛，谁还自驾游啊？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太棒了，真了不起，程佳佳，我们记住她的名字啊，这样好不好？这环节，那个尽管我们的胡玲珑和安娜啊，他们都非常的棒，对，但是我相信面对程佳佳，她有这么强的声音塑造能力，对，我们队让把这一轮的第一名让给程佳佳，好不好，朋友们？谢谢大家，谢谢朋友们。不管赢，不管输，都是开开心心、欢欢乐乐。是的，咱们现在让大家看了这么多牛人表演，咱们也应该弄首好听的歌给大家听，你知道吧？
两对牛人轮番登场，各显神通，难分高下。新年 style 引爆全场，街舞模仿前仰后合，乐吧欢乐会。柔术街舞模仿定会让您前仰后合，极限柔术引来尖叫连连。主持人状况不断，大王受伤了。秀一秀，秀出精彩的表演。杰克逊蜘蛛侠齐来助阵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欢乐牛人大拜年精华版，让我们继续见证精彩。朋友们，那么现在大龙队小龙队的比赛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程度，啊，那么明天的这个时间，我们将有更牛更绝的节目等着您。到底哪个队的牛人更牛？他们将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惊喜？请各位好朋友别忘了，明儿锁定 CCTV 七，我们欢乐牛人大拜年，到时候我们带给你更多的惊喜。好了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